大使先生，这是国民政府外交部发来的函件。韩先生说，中共渡江在即，收复即将南迁广州，希望各国使馆一起南迁。看来国民政府已经没有信心守住长江了。北平的林老先生有回信吗？大使先生还没有。 您的这位老朋友林家图先生，确实能联系到周恩来本人吗？应该没有问题。林先生是民国外交元老，在重庆的时候与周恩来的交往颇多，两人私交甚笃。如今他的女儿，我燕京大学的学生林月，就在周恩来的身边工作。这条联络渠道还是很可靠的。哦，对了。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苏联大使罗申已经回复了外交部，苏联大使馆将对他们一起南迁广州。你没搞错吧？大使先生，我在外交部有内线，消息绝对可靠。您说，这会不会是罗申自作主张啊？不可能，这么大的事情，没有斯大林的同意，罗申。 绝不敢擅作决定。那这个斯大林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啊？一边让米高扬密访西柏坡与毛泽东密谈，一边又让罗申带着苏联大使馆南迁广州。难道他想两边下注啊？目前其他大使馆什么态度？大都在观望，但是英法两国明确表示要看我们的态度。电告华盛顿。 我们大使馆决定留在南京，而不随蒋介石政府南下。另外，劝告英法等盟国大使馆和我们一起留下来。好。 建都，父亲，您冷静点。我如何冷静？前有共军在逼近，后有他美国在掣肘，四面楚歌，有几人能陷于王地而后生？母亲那边怎么样？他在美国的事情办到什么程度了？美国方面。 已经停止了对我们的军事援助。你母亲几次拜访美国总统，都无功而返，与他前几次在美国时的风光不可同日而语了。那母亲在那待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已打电报让他赶回来，他坚持。 要在那儿做最后的努力。爸妈，爸！哎呀，女孩子家大呼小叫，成何体统啊！在美国留学了两年，回来就更不讲规矩了。爸，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什么好消息啊？我姐回来了。啊，你姐回来了？嗯，在哪儿？妈，快来，快来，我姐回来了。 你回来了，妈！妈，哎呀，你能回家，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呢？妈也可以给你做好吃的呀。妈，我这次回来太突然了。爸爸，哎，这次我回来，啊、特意给您带了一杯老朋友。老朋友，你看。哎呀，周老弟呀！ 夫人好，您好，主持人好。你是和女儿一块回来的？嗯，那你为什么不进来呢？你们一家人久别重逢，
我何必急着进来凑热闹啊？周老弟啊，你做人真是太体贴了。行，走。林老先生啊，不要老先生长，老先生短的。在重庆的时候，我就跟你讲了嘛，咱们之间要兄弟相称。嗯，周叔叔，你还记得我吗？ 小燕子，当然记得。我记得在重庆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学生，现在都成大姑娘了。我刚从美国毕业回来，周叔叔，现在美国人可都在关心呢，这解放军啊，会不会打过长江去？你说呢？解放军现在呢，就是箭在弦上，这支箭一定会发，就看。 什么时候发呢？报告，我军防区内出现一艘外国军舰，挂的是米字旗，英国的军舰。您报警告，让他们停止行动。斯图雷登托我给转来的信，收到了吧？收到了。 今天我来也正是为此事来请教林兄啊！不敢当啊！我现在不在其位，一样可以谋其政啊！左翼炮位，开火！ 英国军舰先后中弹35发，最后被迫挂地三面白旗，驶向南岸。目前，停靠在距我方阵地西南约7000米。前方部队肯定这是英国的军舰，可以肯定。在此之前，为了对付那些可能干涉的外国军舰，前线部队组织指挥员和观测员认真进行过识别军舰国籍的学习和训练。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艘英军军舰可能是国民党伪装的。今年年初啊，美英法三国以护侨为名，派出军舰进入了长江口，其实就是对国民党政府表示的扶持姿态。我们原先设想，很可能美国的军舰会阻止我军渡江。 没想到，英国人却先来了。南京政权已是风中残烛，不堪一击啊！但此次我们还是动用二野三野百万大军同时过江，牛刀杀鸡，就是为了对付可能到来的外国干涉。现在果然来了，除了紫石英号。 英国在南京还有哪些军舰？还有一艘伴侣号，驻扎在香港的英国远东舰队估计也会增援。一周之内，要做好更大规模的炮击准备。是，电告粟裕、张震，并告渡江总前委，凡擅自进入我军战区妨碍我军渡江作战的军舰，均可炮击，不必请示。是。 Согласно данным военно-морских сил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На британском фрегате «Аметист» 17 погибших, 20 раненых. Командующий кораблем скончался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ранений. Подошедший на помощь эсминец «Консорт» также попал под ожесточенный обстрел со стороны Народ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армии Китая и получил серьезные повреждения. Что китайцы сами осмелились напасть на британский флот? Так точно. По приказу Мао Цзэдуна? Как мы мало знаем об этом восточном человеке. У него сильная воля и сильная отвага. 长江口岸的炮声震动了英伦三岛，也震惊了全世界。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表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遭受的最严重的挑衅。 皇家海军将对中共的攻击行为进行坚决的还击。父亲，共军炮击英国军舰这件事，您觉得对我们现在整个战局能够有所帮助吗？英军真的和共军打起来，对我们当然是有帮助的。只是这些舆论和英国人的声明，怕是吓不到他们。 现在，他毛泽东敢下令向英舰开火，就证明毛泽东没把英国人看在眼里。根据最新消息，总部设在香港的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已经连夜启程。 由副司令梅登中将率领的伦敦号旗舰和黑天鹅号旗舰全速驰援。看来，这一次英国人是来者不善呐。他们打错了算盘，以为现在还是1840年呢。哼，1860年，我们在天津大沽口向英国人开炮。 可是那一次，中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呀！不仅首都北京被他们占领了，而且有着万源之源的圆明园也被他们烧毁了。今非昔比，这次我们一定要让英国人明白，中国人是不好惹的，惹火了那也是不好办的。 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各项武装力量迅速撤出中国领水、领海、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 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的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主席，周叔叔，关于国际社会对“紫石英号”事件最新反应的材料，您看过了吗？看过了，丘吉尔张牙舞爪。 简直就是个战争狂人！我写了一篇针锋相对的声明。主席，您写的真是有理、有利、有节呀！能被燕京大学的大才女表扬，真是不胜荣幸啊！主席的这份声明啊，非常及时。 不过，目前我们中央政府尚未成立，与英国
也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我看这份声明就以作战部长李涛的名义发表了。嗯，可以。啊，另外，英国驻北平总领事鲍士登前几天给朱老总写了一封信，希望对受伤的三艘英国军舰给予支援。恩来，你的意见呢？ 我看可以同意他们的要求。嗯，你马上电告李涛，让他们迅速查明目前"紫石英号"的位置和现状，对于受伤的英国人员进行医治，不得进行人身侮辱。至于如何善后嘛，请前线部队派代表啊与英方进行谈判解决。好的，总监委建议啊。 谈判代表由南京警备司令员兼政委袁忠贤同志担任。哈哈，袁伢子，湖南的小老乡，黄埔一期的。哈哈，我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呢。<笑>你好，你好，请问袁司令长，在这边。 这个位置比较薄弱，如果敌人反扑或者偷袭的话，咱们可以从这个点进攻。明白。我是贺子峰。嗯。周副主席让我把这个交给您。嗯。周副主席有什么指示？袁司令，按照中央的指示行程，您以镇江前线司令员的身份，来作为这次谈判代表。 来和英国皇家海军远洋舰队来进行谈判。我奉周副主席的命令，协助您完成这次谈判任务。欢迎你，贺子峰同志。请坐。 I am the new captain of HMS Amethyst, Lieutenant Commander John Cairns. Cairns 少将 I bring you a letter on behalf of Admiral Brin, 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Far East Fleet. 转交给贵军一封信。 General Yuan, I was sent here to discuss the release and safe passage of HMS Amethyst. I have no right to discuss the responsibility issues from this unfortunate incident. 既然如此，我看我们之间的谈话就没有必要再进行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紫石英号不可能离开。General Yuan, 袁将军 ，I assure you that this matter has simply arisen. HMS Amethyst is here on a peace mission. 和平使命，你们所谓的和平使命，就是闯入到中国内河和闯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阵地吗？ 你们这是彻头彻尾的侵略行为！ Please, let me finish. I have come here to secure a safe passage for HMS Amethyst from the Yangtze River. I have no right to discuss the issue of responsibility in this matter. 我也再次强调，我们并没有外交关系。南京不可能举行什么谈判，唯一的一个谈判，那就是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 在英国军舰没有承诺其应负责任之前，我不准备跟你讨论什么关于其安全驶离的问题。But General Brind made it clear in his letter that I have no right to discuss the issue of responsibility. Nevertheless, before I left, he did ask me to express
his sincerest regrets over the incident. 布朗特将军在信中并没有提到英国军舰的侵略行为和应该负有的责任。仅仅简单一个遗憾就够了吗？另外，还有件事，你得帮我解释一下。布朗特将军在信中说了，说此次事件很可能会引起最严重的外交后果和最不幸的结果。这话什么意思？ 我可否解释为这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种威胁。General Yuan, you misunderstand him. What Admiral Brint meant was that such action would cause worldwide attention and prejudi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British people. It was meant as no threat. 是的，像英国军舰这样闯入中国内河并炮击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严重的事件，一定在世界上会引起舆论的关注。在此，我要严正声明我方立场。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可被威胁的。中国人民经历了长达14年。 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和3年来与在强大的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作战，我们赢得了战争，中国人民有力量，不会被任何外来的威胁所屈服。It is surprising that the engagement that happened, the defeat of the British Army, and in such a short and miserable way. Well, in the past, we haven't known much about the Chinese PLA, but this incident proves that it is a formidable army indeed. Yesterday, Ambassador Stewart informed us the Communist forces successfully crossed the Yangtze River. Cable Ambassador Stewart, tell him to get in touch with the CPC as soon as possible. Understood. Dr. 先生在楼上吗? Yes. 谢谢。 大使先生，中共新华社就此事英号事件发表了一篇评论。他们是怎么说的？围绕此事英号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同英国方面进行多轮的谈判。但是，不管谈判的结果如何，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长江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猛烈炮火与英国皇家海军 受重创后狼狈逃出长江口的事实，使全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历史正在翻开崭新的一页。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的炮舰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大使先生，难道您同意这篇评论的观点吗？夫，你过来看看。 我这一生基本上都在中国度过，这几十年来经历了无数灾难，也见识了无数形形色色的中国军人。但像解放军这样的武装，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对你们中国人来说，也许一个新时代真要到来了。
现在南京已经解放了，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接管国民党留下的外交部，还有那些没有随国民党去广州的众多使馆和外交官。更重要的是啊，斯图雷登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我们提出，希望与我们接触。来，坐，我看现在啊。 时机已经成熟，要派一个合适的外事干部去主持南京军管会的外事工作。我觉得黄华同志比较合适，他在延安的时候就接待过中外记者团，和美军参观团，后来又和菅仁同志在北平军调处和美国人打过交道。还有一点，他毕业于燕京大学，与斯图雷登。 还有一层师生关系的，还有主席啊，我想让林月和黄华同志一起去南京。林月也是燕大毕业的，而且他的父亲林家图和斯图雷登是好友。此前，斯图雷登就是通过他和谢伟思与我们联系的。当年重庆谈判的时候。 我跟斯图雷登还一起吃过饭，有过一些接触啊。他在中国待了大半辈子，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我讲的是湖南话，居然还能互相对上话。结果呢，我们两个就直接聊上了。负责翻译的工棚倒是在旁边踏踏实实的吃了顿闲饭。<笑> 斯图雷登的政治立场是错误的，和这个老人对中国还是有感情的。他最自豪的是一辈子做教，而且教出了很多出色的学生。哎呀，他想利用师生的关系影响我们，我们当然也可以利用师生关系做他的工作。这就叫反其道而行之。 我们派黄华和斯图雷登接触，苏联方面那些个别有用心的势力，很可能会借此事做文章，把事态复杂化呀。哎，那我们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按照此前在西柏坡与米高扬同志达成的协议，我们在外交上的一切措施，都向苏联同志通报。 我妹妹真的是长大了，这看的书都不一样了啊！那是当然了，姐，你这一次回来，怎么不把姐夫带回来让我们看看呢？你姐夫是个当兵的，当兵的呢就得服从命令听指挥，他虽不对南下了，等下次有时间把他介绍给你认识，好不好？嗯，我真为你高兴啊！你终于把那个讨厌的人给忘了。 我看到你能结婚，能幸福，特别为你开心。好啦，顺着你吧，小燕子，在美国读书怎么样？耶鲁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毕业，怎么样？不给你丢脸吧？特别棒！<笑>我的好姐姐，我听说呢，你在外交部现在可是通天啊，你要不要考虑给你妹妹谋个差事啊？没问题，我妹妹这么优秀。 心中国城里之后，肯定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太好了，不过呢，要真的去外交部工作，还得凭你自己的真本事，知道吗？那是当然。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Как вы считаете, должно ли это дело, что войска Мао Цзэдуна, как только вошли в Нанкин, сразу же попытались установить контакт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еще даже до того, как заключить с нами союзный договор? Обрати внимание на формулировку. Он мне сообщает, а вовсе не обращается за указаниями. Похоже, наше мнение ему не важно.
Если правильно понимать Мао Цзэдуна, то он направил Хуан Хуа установить контакты со Стюартом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ради того, чтобы разведать замыслы американцев. Анастас Иванович, следуя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говорке, похоже, что Мао уже отстоял нашу честь. Поэтому не стоит задуматься о других делах. В общем, шли им телеграмму. Мы целиком поддерживаем их контакт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В случа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мощи новому Китаю со стороны СШ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то это станет укреплением всего мир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Даши先生,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中共派遣黄华担任外交事务处的主任，专门和各国的外交使团打交道。还有一个人和他一起来，他也是您的学生，他就是您的老朋友林家图老先生的女儿林月。太好了，这一定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有意安排的。看来中共和我们的接触是有诚意的。 有一队士兵闯进来，我去看看。小文，你们这栋房子是做什么用的？把你们房主找来，我们部队可能要暂时征用你们这里。来，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这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大使馆。出去！你们给我出去！ 你这个帝国主义分子，凶什么凶？我告诉你，这里的一切早晚会回到人民的手里。就此，赶紧把你的长官叫来，我要抗议，严正抗议。你给我听好了，我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5军10303零7团一营营长谢宝云，有什么话你跟我说就行。 先生，你看能不能先把你的兄弟们叫出去啊？有话我们慢慢说，好吗？我去。对不起啊，大使先生，你过来。啊？哎，干嘛？你找房子怎么找到这儿了？这怎么？这里可是美国使馆。使馆怎么了？使馆？你忘了？进城之前，领团首长和军首长都交代过，凡是涉及到外事问题，一定提前报告，不得擅作主张。 那我是闯祸了？你哎！对不住，大使先生。不过大家都不要激动，不管这里是什么地方，由于我们之间并无外交关系，所以对我们解放军来说，南京城里并没有什么不能进入的禁区。当然，我们解放军会全力保护外国侨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更不会提出任何强人所难的要求。 根据快报情报，火车很快要进站，召飞上的人会在此刻全部赶走。是。美国人落井下石，想甩开我们，没那么容易。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中共以司徒雷登的接触。
提前下车吧。周副主席交代了，南京刚刚解放，情况还很复杂，一定要绝对保证你们的安全。 傅先生，王学弟，欢迎，欢迎傅先生。林小姐，我们之间就不用那么客气了吧？在我看来，这是燕大同学会啊！啊，<笑>林小姐，我们见过面的，你还记得吗？有一年春节，我陪同司徒大使先生到您家里拜过年啊。傅先生，咱们都有公务在身，不如还是先聊完工作，再畅叙同窗之情如何？好。 那我们就开门见山，请。我知道贵党对美国政府还有老校长本人都有一些误会，认为是我们一直在背后支持蒋介石与贵党为敌。其实老校长本人对贵党并无敌意，你们都是燕大的学生，应该很了解他老人家。他这辈子对中国的感情很深，一心只想把教育搞好。 当初是因为马歇尔将军的一再盛情相邀，他老人家才接受了驻华大使的这个职务。当然，他当初的初衷啊，也是想为了尽快的帮助中国走向和平。我们不怀疑老校长的人品和他对中国的感情，但是，他出任大使以来的所作所为，完全站在了蒋介石一边，至少在客观上。 助长了蒋介石的内战政策。老校长本人，他不是一个职业的政客，在有些事情上，他也是被蒋介石给蒙蔽了。在这最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已经看清楚了蒋介石政权的腐朽和独裁的本质，所以，他老人家已经不止一次地向白宫进言，建议白宫不要再给蒋介石政权任何的支持。 可你也不要忘了，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同国民党政权签订了所谓的中美商约，非法获取了大量的在华利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老校长明确表态，只要中共方面愿意和美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那么中美商约里的许多条款都是可以修改的。国民党政府撤退之前，何应钦希望美国大使馆随他们一起南迁广州。 可是老校长却毅然决然地选择留在南京，他的目的就是希望和中共方面建立联系，而且这一点也已经获得了艾奇逊阁务卿和杜鲁门总统的同意，所以他老人家一听说你们来到了南京，非常的高兴，迫切地希望和你们见面，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都由你们来定。近几年来，美国的援蒋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重大，创痛极深。 现在，美国尚未放下屠刀，何能期望中国人恢复对他的好感？空言无补，需要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情，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至于司徒大使，他是美国派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使节，人民政府不承认他的大使身份，会见的事考虑以后再说。 世界上，我心不走过，变幻的风雨里，你越发为我。唯有那么一天，换秋同此两人，云水间相守我。